今日嚟到纳布卡，嚟陈宇来。 一下，大家看到的也在做下，就去阿布开做下，做料理就会老朋友分享。一下朋友根本就没办法好来，故上来就想要做一个节目，请朋友上线来老去分享阿个料理。放我一千块啦！放我一千块哦！我给你，让阿汤哥诶，光看这个肉我就肚子有点饿了。全部都就煮给水煮蛋就好。水煮蛋我最会。 雅丽斯姆做的，要来摆摊装盘了。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天福喜乐这个节目。哇，介绍团多介短片，大家是第一，你今天老大家都熟的，一个新的节目。 配音阿丽做一出，哎，你个主持人的是大家都动手了个阿丽姐吼，哇，今天就是冉冉主持人，记得啊，他的斜杠坐在台中埔哦，还有出书哦，给了分享给伊些，你个阿丽姐分享。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丽，哇，真见到欢喜，坐得多福气来老太家见面。耶，真见哦，未吃到吼，因为安尼可以说是疫情趋缓过后，呀，从这样见面好像亲人得错冇，好像真的可以跟活人见面的感觉。嘿呀，吃到当时，哎呦喂。 感觉就有点开心，有点兴奋，很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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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我真啊，今天真的，因为真年轻，本去做咧看到亲舅太家亲舅冇看到的压力姐来都不去来同太家来见面。不过今天真的好开心哦，亲本去因为同太家来收给他新的节目，替你安来做一传。要不要由雅丽姐同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你有一个节目？亚洲节目哈，嘿，因为疫情的关系，古早呢，我都就做一个节目，就会希望讲做的都疫情底度了，用诶透过 online 的方式，然后去关心安尼身边的朋友，然后做料理，因为一项诶等于讲我个专业啦，斜杠的专业，错，然后都不卡住穿，那有办法讲，有当多个朋友都疫情的期间做得来都不卡，做好住穿也就好分享，哎用个感觉吼，无办法有朋友来感觉就当。懂压抑呀，真紧。故作，就像我讲，用 online 的方式，你看一下疫情的期间哈，有当多个不莫讲咧开会啦，哈，也系送课啦，都视讯，全部视讯，连那个生日，对，视讯生日聚会喝酒，全部用视讯，真紧。然后就像讲，用安阳的方式，透过安阳方式去关心你的朋友，然后看其他台做嘛个，私人问题用的解决，从来都疫情开始差不多一个礼拜啊，过后啦，就看到有同路的朋友都免受耽搁，就讲。煮都唔得煮嘛，真嘅，因为疫情期间公司才发，太家唔得，疫情会到什么时候？如果太家懂黑云，哎压下台盘，开始做，在那讲疫情是怎么趋缓下来，真的太棒了。如果隔两时你唔得会发生那个事情，像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其实可能几年你都要在家里。所以就像阿丽姐讲诶，故说隔两时就上工，还没透过 online 视讯的方式，你在家，我也在家，不过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视讯。表达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系，好一种温馨，然后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互动。还是做的感觉到人老人之间这样的受暖的感觉，真的。好，无真的，差不多班上捏过后，大家就会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点的恐慌，有一点忧郁，按旧真的没关系，讲按旧都不卡，然后某个事情就没办法好掌握。然后又没办法去做，没办法让人见面，
好，各种干光，突然一下子好像世界就静止了，真的，会有一种恐慌感。对，所以其实就会按用你，我们说把握当下，有些排谁啦。不过就是说，赶快，既然是这样，就希望可以透过像阿丽姐，你是斜杠嘛，好像是可以说是中破塞。我们说大厨师、太厨师，哎，用个干不够，用你给转呀啊，用然后你又是主持人啊，你又做的脸先，同我们可以去关心的艺人呐、啊，其实。那个艺人是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对象？其实不是绝对，重点是透过按钮跟节目，其实鼓励很多人，然后带给大家一点温暖。嗯，高，刚才太有看到跟小小给断片什么？你家厨房真的太美丽了，贴墙哎，跟厨房每一板椅给租下好吗？天公啊，给租下给，就会讲哇，这种厨房就是我梦想中的厨房。对，然后。其实一行来做哈，就很我梦想中的厨房。嗯，可是呢，奉劝大家不要随便梦想这样的厨房。为什么？另外一个，太多人会去，然后黑工太敢黑工，黑就不想出来，一直想坐在那里，非常有意思。就本这个喊那么喊，艾迪，哎，我说喊就不是硬住啊。艾迪，其实我真的要帮雅丽姐共一激发，因为共识才发，我们每个人，因为艾迪六样的时间，每一个人，不论是艺人还是工作人员，都一直预约，做得起你给做好吗？做得起你给做好吗？啊，雅丽姐又很温馨、很热情、很好，可要来来来，可她敢有胸高吗？你去这边，你轻舒服嘛，哈。啊，其实雅丽姐清醒过，给嘿，个性唔怕，就讲他家来唔怕啦，唔讲就嘿某暗用嘅租行，我可以叫外卖啊，对呀、啊，我可以叫外送啊，对呀、啊，伊都给片嘅时间，他家就不想要叫外卖，就会忍不住的想说，哎呀。对，你看，我知道，你看是不是就看看某行，高唔高兴啊？就讲啊，就有暗涌的做哈，结果我还叫外送叫披萨，那种感觉就怪怪的，没有。不过，太敢有看到节目哈，太敢有谈到哈，以后还是先叫一下外卖带着去卡。不过讲到节目哈，其实共识才发，因为现在已经播出一道戏嘞，真的反应也很好。青岛跟闽东讲亲有意思，亲好看，有滴滴亲贴片，同太敢朋友有其中有一点。轻 T P， 其实你做个大撸吹是针对来宾量身定做。你听，你现在做嘛还就做嘛该哦？没对不对？有几个条件呐、啊？因为是疫情下的节目嘛，我就希望讲，真紧是随手可得的食材哦。哦，平常拿大家可能有嘛该做嘛该，还用会亲厚。亚雅 T P 讲一下，比如讲是疫情对不对？嗯，你怎么说亚丽姐做满汉全席？黑毛黑讲你跟脸先跟艺人家来宾，就是哎呀疫情啊就做唔得出席耶，你跟我做满汉全席，还要去哪边买菜？哎，不是，我觉得亚丽姐真的很棒。不是，你就讲本身有嘛该就做嘛该。你还轻松也会充电，天意的充电，就是因为当上来宾，加个加个个性。工作也系夹个背景无重要，也系讲夹个事业无重要。对，故所就针对安尼对自己了解，然后去自己设计也会出彩。公司采访其实也节目对阿丽姐系个挑战，因为一般来讲，系讲你整天做主持嘅节目，就阿丽姐你自己决定就好了。不过也唔系要同来宾沟通，你嘅喜求。跟比如讲，我记得有一集是吉娜还没有播，哇，你就做了一道叫做水梨瘦肉，雪梨瘦肉汤煲汤，好特别哦。对，像这也是你特别为吉娜量身定做的，对不对？因为铁肺歌后没哈。就想到恩阳诶，佮伊咧当个唱歌诶歌手，然后后人头对佮来讲，佮当创业诶，恩阳诶也出彩本剧做的，对佮个喉咙佮当有帮助诶。对啊，你看亚就会特别设计，唔单像恩阳人哦，而且吼录节目的时候也爱，就问亚丽姐会做急救，她说啊，唔会请救啦，四点钟就好诶，我说。那小高又按叫西点钟，我说这里换一下吗？说那那小高几百万叫，几五百万叫，那你有快过吗？我想说，我觉得这就好特别，因为你供给黑香港的煲汤，对对对对，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哎，清张的，因为真的看出你做出一个功力呢。你看要用你的怀旧客家菜给食谱呀，你看，可是这个是你设计的，可是节目那个就是挑战你。对，然后我觉得企划一直给你出难题。很多的啦，这种。
这是个累积，这是个累积啦，我不能说今天我因为这个节目来，还有就急救章的，然后去拼凑些什么东西。不过我希望讲还可以掌握，就是企划给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掌握。目前太棒了，紧张的。其实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反而是文玉那一集哦，就是他女儿还蛮薄，还蛮薄，唔过微薄哎。文玉那一集好清贴片，生意呢，唔好是抢菜，尤其是叶菜类，错，那要怎么样让他看不到菜？对，然后他愿意吃，冇错。给粮食企划就会按用讲的企划，就是说。啊，你这诶，你要做文娱的啊，是吼，主题是什么？就以某也唔好吃呛吹，把青菜变不见，啊，就按用你，系啊，你就要去想，系啊，结果做出来，我自己觉得跟我想象的，跟我的设定的很重要的东西，真的，你会发现讲压力嘅累积，其实也是在这中间一直重新的去刺激你的创意，系啊系啊，你更高会按用，系啊，就像跟春面乐队也没空用啊，真的。给很难全，哎，糖豆亚叔狗尾还笑讲，给要西撒四个成员，给爱恩用的，我 Vicky 的设计的料理啦哈。然后我用的像就，唔对，恩用的本松本给的擘个东西，然后给的用食物做的连接。然后咧我就想讲，哎呀，给亚叔狗尾，然后我就去 Google， 然后就请讲有亚出菜冇啊？结果完全没压出，真劲真劲，点心啦，真劲，还饮料啦，阿弟，那两个就去家练。嘿，你看糖豆啊，阿弟在讲春眠落锤的，你啊锤啊豆袋是嘛该锤？大家先聊下，转到喊个杂哥来讲下，春眠落锤豆袋是哪一出菜？我看嘅音乐就不爱注意吹嘅灵感，春眠落水，上看啦，上看啦，上看啦，这是柳丁吗？结论，大福，哇，一笔抹拉啦，爱吃乐队呢，用它施救啦，干哦，大礼拜六，平安来注意传。耶！一下看到就会阿丽姐讲的春眠乐队，对不对？其实亚西已经播出了春眠乐，我昨天有读到记得说好喜欢哦、喔。对，那可能熊清平，我会想讲，这是什么？不过熊清平，你做在去 YouTube 看哈，做在看都内容。因为这一集真的很棒的 T-Bone 就会讲，其实真的得挑战阿里 J， 因为佮唔系一出菜，佮系一杯饮料，佮系一首歌的歌名，对对，应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错，让爱亲情注，因为企划系按用讲诶，叫。那个伊丽姐来同你讲哈，因为有一首歌诶，哎，一首歌诶，底都有讲到水果，哎，吃到跟主菜有一些关系，酸诶，酒酿西瓜，然后说你做在问伊丽姐，这可以做什么吗？我说我来试试看，结果你就创意出按钮跟一杯饮品，所以这真的是全部的冲撞，系啊系啊系啊，完全记得诶，没冲撞，然后爱呢就用几两束狗诶。然后就没创造出一笔那样的饮料。那印象清深刻，因为亚丽姐有问啊，说伊丽啊 ，Google 某一饮料，然后某啊，记得，我讲某啊，那几个那是他们的歌啊。你讲你的某春面啊，春面公司他们也很惊讶，他们写的歌竟然被你落实，色色猜猜编一种的饮料，故说记得吃到清甜片。我其实每次都当甜品。张可是做的时间，张广可是有同的时间了哈。很忙做出来，就是都头脑底都去构思听哦，就像记得去做饮料用的，可能就前面先有一个构思，然后底讲哦，反酸就会各种色，西瓜就各种色，然后酒就会各种米西，然后用的老给搭配起来，搭配起来，不过里面你做建模啊，哈，你还要有视觉感，然后用的本给视觉感呈现，对啊，然后我就就。
思量白啦，嗯，替白时间加个层次，它再我们出来，嗯，黑人话就想讲，嗯，安用安用的，让层次可以出来，嗯然后就老反酸性，周边都崩溃，好棒哦，嗯，所以你看，这也是对你来讲，也是另外一种经验的累积，嗯，因为伊咧节目也知道，当站台位点就会讲，爱做伊个只，不管是主持人，也讲做超演员，就唔单讲系只有付出而已，嗯，就是我也有收获。听起来觉得很开心哎，嗯，对哈，而且阿兄，你看你节目本身就是在一个疫情背景下产生，你情有意义。不过对于你来讲，你要做多亲防疫，也有收获，啊。对于艺人来讲，他也会觉得很特别。嗯，他敢有敌毛，就会像春眠高吹笛，都会知道啊，我喝不到。不过其实雅丽姐有到原料松本底的啊，记得自己调配。故说其实亚节目有那位叫 TC 就会讲，真的是送餐呢。你可以表示真的人跟人没有办法见面，其实那时候大家是亲。恐慌的，所以你真的送餐了，而且你送餐还把握了色香味俱全的面子，对不对？有了有了，很用心。就讲有哎，你唔知啊，一下英国有同道的朋友，就有同关系讲很Uber E 啦，然后很外送哈，就拿这种东西就懂像抹暗香颜色嘞，给还有条给焗烤薯条就唔系焗烤薯条，就变得鬼哭鬼哭嘞，超气死嘞，唔会甜死嘞啦哈，给顾送来就想讲哎，你用诶做的也一点，就来分款。先把它瓦解，先把它解开，然后之后去到现场之后再把它重组。哦，你看到真年轻，先解构啦，解构。对，不过讲到鸦片哦，有一天事情还特别公开，因为鸦宝出够爱宽高高香，爱吃到阿丽姐弟弟都真的很漂亮，爱吃到，爱看过阿丽姐按头眼柱子按头给睫毛，我就觉得很漂亮。因为讲，因为爱弟弟都看到一种青痴眼、青有知心、青转鸦给一种魅力，弟弟都。唔讲挨做妈供压咧，因为其实视讯很辛苦。因为计量时爱溜样计时节公司才把太卡整体清净中，还要搓鼻子有冇？可以做快筛啊哈，爱吃要确定你清孔天，哎还要谨守五人以下群聚有冇？哎太卡像可能你录个节目，加主持人，如果五人以下你公众人咧就西沙亭西街有冇？故说你整体嘿一条龙嘿冇？从头到尾都去搞来，你留给留样给时间，还按样补妆。补完之后又留样啊，这个做出来，哎呦，这个 save 你嘛啊，都自己来。你要你这个时候给你抱怨一下。哦，唔敢讲都讲，你吃到嘿，你音色来做按头睫毛低度哈，你还轻讲，然后轻。糟糕，我要被骂了吗？没有，还就印象讲，我是怎么样子让你觉得有这种感觉的？然后就想到哎，还想到可能很已经哎，当时就。做阵头诶，孩子很自在，你知道吗？爱的，那连海都做头诶，海拖鞋啊！不是你表扬给谁做头海吗？当时就做头海，啊，因为就都爱去搞不开做行诶，待流荡啊哈。你会有种觉得哦，我要下来楼下的，哎呦，对啊，我根本就不用出门，不用开车出门，而且轻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就讲说，哎，我那个厨房就讲到这里了，就是说，哦，原来，我可以在自己的厨房里面工作，也是很幸福的事情。真的。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反面来想啊，如果没有这个厨房，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工作？你看，你看，我想过来，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思维啦哈。不过，真的。都疫情期间哈，有想讲，有做一个节目，老太家有一个连接，要在节目真也稀洒一下，就搭上人的工作，就身兼数职啊，冇错，唔免单枪挨听听啦，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一样，跟挨呢，你们又都去挨做下，那就一开始起来就要去挨。白爪嘛，梳得好，所以打电话本来讲，你多人还在梳得好。我同大家讲一下，我真要爆料一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可能因为没有塞车，比如说他走比较早到，我说。阿丽姐，我说工作人员坐在进去，他说啊，我在吹头发哎。那种吹头发不是说我干干的吹给他直，或吹给他有形状，是湿湿的，半湿不湿的的时候，然后要出去接人，就感觉自己怪怪的，有没有？你们很少看到一个巨星有没有？就水头拿毛，然后说一来一来，没有啊，真的很棒。然后说话去搞去搞周美哈，然后一样没充电，我知道一样 CMO 去搞周一样喊周的啦。
爱之前没有做懂的美食节目没，我穷了都不是去给他备菜，自己备菜，自己备菜，我真的汗颜，我真的清排塞，自己默默的从冰箱里面把菜拿出来，然后洗一洗，摆一摆，然后摄影师我们要拍那个食材了，然后摆好，那这盘子这样可以吗？要不要换一个啊？要不然就哎呀，里面没有帮手，黑啦黑啦，就喊还好，你就用先从啊就。灯光加导演加谁啊？就四个啦，就无人嘞。然后都还有爱转场啊，因为硬硬有良心的哈。总结转场给他的电影讲，就出来住台了呀，就是上面台子上都乱七八糟，好住过的东西全部都给当过，然后就默默的就拿到水槽里去洗，把它洗掉，然后。换下一场的食材，然后表上品。我们现在拍下一场了哈，我第一，而且我也要爆料一下，其实底下天冲跟工作人员哈，其实我们还会驻村，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帮不上忙。对呀，帮不上，我知道啊，阿弟呀，可能阿很几组，阿抢几组，可能阿几个组就喊人夹了。阿弟，我要爆料一下，因为阿弟那位在天冲，糟糕，怎么好像聊起天来了？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现场有冇？因为阿亚平会先备菜啊，阿就大天发布给。这只种呀，就问起啊，讲哎，现在要切胡萝卜，你昨天同来讲还没切，他说哦，切胡萝卜嘿嘛，你等一下来问雅丽姐，我说哈，连这还要问，你知道？你等一下就是很没有做菜的，所以比较帮不上忙。不过这也是，不过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个美好回忆，对不对？对呀。过因为每天因为爱用的节目，你就会就会想到，其实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因为我之前没有去搞做节目没，我就会之前的那个经验，来到亚洲节目，你就会知道说你那个。角色不一样，就会提供，之前我去噶只有当周主持人的时间，就是周红主持的节目，够还有哦，你压抽高来看压在节目时间，你就会知道说自己要怎么补位，就得讲哦，有嘛该我这个天数诶，我就天数，真的，主要就是太噶引领引色，然后引领太噶就有一个有一个目标，就像讲当孙西的老爷在节目做后，故作他家就当同心啦、啊，大家真的很同心，然后很补位、哦、其实有青豆东西都会爆料呢，因为他们 A 组吼，对亚丽姐在溜太高，又做些吃东西呢。我们在 B 组那边溜太高，又就轻眼听听，你知道吗？轻眼只有很热而已啦，没有别的。一零几就讲给附近的在艺人组，对，另外一片呢就安奈给到对象的给片，没错，唔但像捏，然后到这艺人哈，加个带个地方的内容又冇重要，还有一个当重要重点，我看到艺人啊，都给镜头底度，给视讯的镜头底度，看到艺人硬切洋葱，一直流眼泪，我就看你硬撑么子，然后我哭得超伤心。第一遍啊，冇录到，没有啊，冇翕到，然后第一遍我刚刚拿树叶来翕了，对，然后他讲看到就会真的冇看个心酸有冇？对，你看太多事情可以分享。想了，不过真的，其实刚才讲到黑雅丽姐一条龙，其实这个做很多。其实你知道视讯的时候也很辛苦，科技的客服哦你看真的是哦，真的，一口一次还停五秒，有吗？阿丽姐，一、二、三、四，五，在嘿才听到。对啊，讲法时间又都好讲法了，就一直在客服，语言上的沟通的那个对答上面就会有得位问题。姑嫂嘞。同大家讲一下，我们是真的在做节目，而且韩哥，我都会真经叠脸先，我都会真经利用这梯缝叠视讯，对不对？还有动动身体个故事聊哈，等下长长来讲。今天东方一走在绕墙头啊 ，DJ 乐斗节目第一读了台高的小改性感节目，凭你安来走一走，我觉得这节目好有趣哦，嘎嘎，好，时间真紧唔拉哈，为什么要拿出这三道菜？台高会知道，这个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照片都是雅丽姐当天走给丑我们拍照起来的，你真的是大厨师，每道菜都好美哦。可是台高会知道讲，为什么有一个心目中
的前三名的影帝，这就是天仲盖制作人跟导演心目中的前三名。因为周建模太搞观众朋友，就是用试吃，天天就用目睹看说这也没说到了哈。对，不过就讲要前三名可能就现场的演，真的有说到的一个感想。伊讲，伊都讲伊无法度先做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故作伊都就做对讲前三名。那雅怡姐就会吃到讲哈，那其他的嘞啊，我有问哦。他说 ，MV 哈，这就是最近刚录完，印象深刻。故作提供，你都讲青南线哦，黑洞再重来一遍，可能名次还是会改变。故作就会前十名嘛，就会变安永。对啊，亚礼拜还有六样没哈，六样很高，很可能又会高。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在更新呢。对对对，而且亲友医师哦，我就问提供，你又会吃到用黑前三名，你会感觉很勇哎，提到就会讲，他说好像有点难言之隐。我想说有嘛该不可以说的，他说。我觉得哦，真的就是餐厅。我想说这个有就大方讲出来，然后说哦，这个哈像这个墨西哥卷饼加上酪梨糕，有个口感真劲的抹香油。哦，这麻婆豆腐这个层次哦，真的很分明哦。后来艾迪为什么他们这么隐晦？因为迪都香港艾都摩斯都，不是我讲的很隐晦，我才可能是这样。不过呢，我为什么会特别针对这两道菜，给不应该特别贡献？因为这有你的独门配方。哦，系啊，底都用啊，给油泼辣子给用农业底都做配料。嗯，还有口水鸡，对不对？系啊系啊，给两种就有麻婆豆腐了，口水鸡都有。其实还有青豆抹香的酱料，还有比例啦。不过我吃到太咖啡吃到后是黑因为，我觉得阿丽姐真的青太棒了，就是这是你自己做的，亲手。从里到外，连没有代工包装设计，没有代工，没有。你知道，因为有些人品牌推出之后会代工，比如说跟我把 recipe 食谱本你，按你就做。不过都到目前为止，你还是亲手做。就是省你中午太臭，我太甜。哎呀，你按用个意思啦。哎呀哎呀，我不是这样。我讲真言呢，其实有人有人请来讲，希望做的人来量产，哦，我就贴牌就好，然后 recipe 分给，然后给就人来做，然后做的不用到大卖场啊，也系超市啊，一般通路去卖啊样。不过因为我当十几年一段时间吼，接触当多嘅厨师咩吼，产品咩吼，人咩吼，我一地度啊吼，有当多嘅厨师给。加个料理当好食，结果佮把它变到产品，然后去量产过后，蜜头完全就变嘞。系咪？不是，我就想讲，有我因为输你喺我去搞，我就像去搞生意一样，想要好好的呵护它啦。不是，我就想我还是坚持就是手做。等到有一天一个月，就是比如说订购100万瓶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如果说我是像我，如果变成是台湾的老干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给他做工厂啊，去给他做中央厨房，去给他还是在自己可以掌握的状态下，而且酱也不是代工，因为还是你在掌握品质。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清脏掉呢，因为我去给他也有买吃，因为胶。碎掉啦，对，碎掉啊，嘛该小黄瓜凉拌呐、啊，也还沾面呐。那是唔会煮菜的哈，你就拿来做沾酱哦，拌酱哦，是片桶的时间就有一桶匙而已，片桶就变得好当好食。我一直讲，他家讲，哎呀，你有冇做酱油，懂啦懂啦的辣椒酱，我辣椒酱冇嘛该辣，好，除非有太辣的，那些针对一些就是特定的喜欢，真的很喜欢吃大辣的人，我才会做。那我还因。特别是董兰，喝了之后，我觉得辣椒它永远都是配角，在一个餐桌上面一种调味。它给它加分，它让你的主餐变加分，但是它永远不会变成主角。我就想要做一个董后的配角的酱料，故说我一下做一下的酱啊，给应该唔会煮出来，就会拿来拌饭、拌面、拌水饺，就是拿来拌。那你还不会煮菜你就可以更延伸，就像加把它给晾出菜，你就再延伸按用的菜，就变到伢个菜就会变到很好吃。佮还有像油泼辣子那种样，你可以拿像辣椒小鱼啦，做嘛个做个打泡猪，就变到当简单当简单，然后味道又非常的。当简单当简单，又当好吃当好吃，就按用个广告。真的，我觉得有时候。
就会给酱料就变成是里面的秘诀，就会按用你。因为清困难的部分，我已经帮你处理了。爱的爱的，酱料还清困难，你就做好，你就不用你去做好嘞，就按你的广告。耶，好棒棒哦！不过今天其实太搞会知道过啊，因为啊，雅丽姐其实啊，其实进演艺圈好多年好多年了，对不对哈？太搞看几些做戏呀、主持，不过雅丽姐主持，不过嘿，是不是很想更了解她？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一起快问快答，就爱问你 N A。没有太好招的哦，身体还偏重的哦。哎，你不用太担心，有没有什么那个跟吃有关，同事有关系，故作不是不是按定走哈。不应该就是，请问一下，阿丽姐最喜欢的调味料是什么调味料？在浙江。你好歹你莫讲，哎，这个阿丽做下嘅辣椒做，哎，我也是，我也是，你莫讲哈，听你提，就再。你最喜欢煮的一种食材 ？Tomato。哎，为什么？你会讲？叫冻豆的偏方。哦，偏方。嗯，叫做上诶，都煮到冻烂诶，加个米稀会无强用。它一个食材也会有很多层次。不过到安尼客家地都没有强用 Tomato 安用的食材，就会加出来。哎，我发现人家根本就不会快问快答嘛，根本就会靠食啊，爱吃。来，再来，那你最不喜欢吃的一种食物，最你中意吃的食物？哦，这你就把我考倒了。所以就是没有，对不对？你就抹黑嘛，不是抹，所以你才会是大厨啊！你没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嗯，因为我会变到好煮菜，就因为我好省，而且你可能会把不是很喜欢吃的东西煮得很好吃。这个问题嘛，大家都讲说我是那个就是那个你想来讲，你那打包会炒转西呀，他感觉讲暖暖那就是，可是我会把它变成另外一道菜，就变成一出新的菜啦，真的，就不会好厉害，紧张的，就暖暖。我懂，你会再发挥创意。如果说暖暖那可能。家里人都不要吃，带回是白带。我跟你讲，你我还黑工有按钮跟大厨师，其实家里的嘴会变得很挑，要真紧不会按钮你。对对对，在这个 online 周一传你直播最常讲的话是什么？哪一句？一喊来就热浪爽先。耶，棒棒！好，最后我要问一个最后一个题目哈，其实这很难。你有没有想过哪一道菜可以形容你自己？给菜呀。哦，我喜欢。我鸡菜鱼，鸡菜其实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菜，不过有青豆的变化，就像阿里 JQ 肉，你是千面女郎。我这鸡菜就像一个什么的一生。长出来的时间，像琪琪呀，就是那青春少女的时候，我那种感觉就是。什么状态都很好，很水嫩，爱吃到水嫩，爱吃到给不腻，给爱摸你，干嘛？我觉得出的好好哦。我觉得本来是比较娱乐性的快问快答，不过要他爱吃到真的是可以谈到好深入，对不对？你看，给不腻爱这样提供，其实昨天用给出来的形容阿丽 J， 你看就是千面女郎哦，真的从很多的变化。没有，这都全部是摸就重要。外面去鸡菜，对啊，山珍人说洗碗可能就像酸菜、咸菜，不过水咸菜有冇？不过人家他唔敢讲，我怕我现在是咸菜干。都差不多，就是说哦，越吃越回味，那时候就是大概就是梅干菜的阶段。真紧哈，好的，你看真紧啊，节目嘅时间都停太快了，我们大概剩一分多钟，我们赶快来讲一下，一分钟我们来讲一下，所以我们的食谱会再版，对不对？嘿呀嘿呀，因为。之前三年前吧，出了一本阿里的好客做下，就再版两次嘛哈，之后就绝版了。过三年过后，就有那个一个出版社就讲，想要出来原本的那本书，就跟原来的那个出版社买了那个版权，然后就再重新再版，哎呦，就一本，耶，棒棒，而且底都有青豆，其实。不会清难的，就像妈妈食谱给菜，唔会，佮做客家的，做下会煮出来的家常菜。而且阿丽姐最常讲的一句话，你冰箱有嘛干，你就拿出来你就做嘛干，按钮就抽哎，哦，来之后要真的，因为其实这意思就是告诉你，做菜不是死的，有青头的编发，对不对哈？最后的一下，我们来讲一下。播出时间，雅丽姐，你有背起来吗？有啊，到礼拜六按部头会7点半到8点，连播两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再通俗一下，我们现在
因为嘅乡亲朋友系讲你看过嘅技术手工，系讲你还蛮看过嘅。大礼拜六暗不跳七点半，客家田是十七品头停出嚟，记得收看哦。所以古所叫咩真言？感谢你这类多亚片同客家嘅朋友爱用嘅节目，系讲要买个新嘅东西，再邀请阿姨姐强下来收给一下。好啊，哦，我真言。懂好来那就感谢阿里姐哦哎是莫你给乡亲朋友听听好来请你给乡亲朋友听好来做人堂了哦恭喜福喜来来个，所有个朋友会记得去到福喜来来个免受侵占，还有听嘢的客家电视个 YouTube 频道，让你个人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